我现在离婚之后那种交友跟赛亚会过去。尼克白谈离婚原因，努力过了，被问赡养费吓到头痛。我是那种不会，不会要，一定要把对方硬留下来的。我觉得不适合，那就算了。对，刚好也跟这个角色蛮符合的。尼克白出演八点档《一个屋檐下》，剧中被周珊安伤透了心。戏外谈前夫和平离婚，先前受访曾提到还会视讯。我前阵子都到那个台中拍戏，所以我们的狗狗就是我跟他一起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养了四只狗狗嘛。然后后来我的狗狗全部都请他帮我照顾，所以其实我们会视讯，主要都是要看狗狗这样子。会不会担心那些就是四只狗影响到对方的桃花？对方的桃花？没有这么坏啦。那你是拍摄这戏的时候才开始有意识到说可能跟他走不下去？上部就离啦，我忘记什么时候离的，很晚才讲啦，很晚才讲啦。我跟我前夫相处，就是因为太像家人了。但我觉得，就像人家讲的，就是有的人适合当家人，可是相处又不一定，因为真的相爱跟相处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吧。比较像家人的爱，不是那种夫妻之间的爱。没有床师傅，没有。我们就是结婚之后工作一直来，然后相处的时间超级少的。你有想过说就不要接那么多戏吗？不要接那么多戏，可是我就事业心很重，然后他事业心也很重啊。就你们现在离婚之后那种交友跟赡养费过去？妈呀，赡养费。我们不是来宣传一个屋檐下吗？哇，你们这题很吓人呢。还是你赚的比较多？哎呀，他赚的才多吧，他老板呢？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屋檐下。我们没有住在一个屋檐下啦，他住那个101那边，我自己住一个地方。他没有说这个101要给？没有啦，没有要给我的。没有啊。有同住一个屋檐下多久？啊，谢谢。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时间找房子，他就睡自己的房间，然后我就睡书房。有半年吗？应该有半年吧。什么动机让我想离婚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应该已经三四三三了嘛，然后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快40岁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不适合或者是相处上有问题的话，那就不要耽误对方的时间，毕竟他是独子。然后我相信他妈妈也希望可以抱孙子这样子，虽然没有明讲，还是会有一点不舍啦。我觉得就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同住一个屋檐下有感情在，但就是不舍会，但是还是祝福多一点啊。我们有努力过，但是没有可能到不了像以前那种很像情人或夫妻那种感觉，那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。你们问题很吓人呢。不会啊，你讲完一次讲完，对，不用再问了。以后都可以问跟工作有关。好，那你可以先哇，47分那么久了，讲了那么久了，已经焦虑了47分。对呀，我有一肚耳鸣嘞。